哎，行了，那我准备。对，那这个 Kids 的片子哦，干，你看他妈的一拉拉拉剪到最后，哦，戏找文件啊，干哪等？我是没哪等。啊，你看一，啊妈，给你们抢先看一下哦。你看他妈一开始介绍车，对不对？我要拉拉拉拉拉，好。哇，介绍那么详细，内外都介绍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去试车，啊，再加一些干话，有没有？试完嘛就四十分钟啦。他等到我人要看，就跟他怕字幕，怕假戏，他妈的，他浏览率又那么差，啊他妈出两G，出三G，啊收音，嗯，对不？啊，规气一支 GoPro。一机很好剪啊，短短的十几分钟，嘎嘎哎，对不对？浏览率随便被破十万两了。如果真的要以赚钱为目的，就是这样处理，好不好？嗯，那不不安呢啊，2018年的 Kids 哈，一年车啊，哦，我们估多少？哎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2018年的 Kids 我们估多少？来，白色的顶级的新车79.9万的，好，哦，处理了有没有？好，记得我这，记得我这，我们估60万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处理了啊，这片剪一剪，哦啊，等下戴珊那个封面就写2018年12月的 Kids，哦，我们估多少？问号啊，剪一剪，明天就可以上片了，天天上片不是梦，好不好？60万，我们估60，好不好？盖到盖小到要死，盖小到三四十分钟。啊，加他们，哎，字幕，你知道他拍几点钟无？哎，我们又没有预算自己没有预算请人家来剪打字幕什么的，你可以就贵的我去问过人家那个三四十分钟的字幕，会收要到几万块呢？难道混混用预算？人家一支浏览率才偌济呢？哎，可是哦，真的，我觉得，你看为什么现在电视节目没人想做？嗯，就像你。你看哦，你拍外景节目，啊，出一大堆机，然后出一大堆人，搞不好还要过夜，预算很高，对不对？妈，辛苦的要死，啊，拍出来收视率不如两三个人在那边臭干辣椒，有没有？韩国语啊，干啊，别激动啊，暖暖，对吧？一言兴邦，一言上国，哦，有不？这么厉害，都在棚里面，然后妈的也不用调光线，光线都打好好的，收音也都很 OK。好，不会有一些风声的问题。那我问你，谁要出外景？啊，要不然就是到国外去买一些韩洋剧、西洋剧，对不对？回来放一放，搞不好收视率都稳稳的。谁要认真做节目？啊，是要拿金钟奖？那人家金钟奖也没钱又谈啊。所以，我们那边教人家怎么 DIY 哦，跟人家讲怎么看车，对不对？然后分享一些二手车的小知识、小常识。我感觉根本都是假人的啊，对不？也不如标题出来，对不？孙 Angel 怎样怎样，有无？冲敢冲大巴肚，有无？大家爱看这种的啦，所以哈，哦，我们这一片就这样剪一剪，大概五分钟左右，哈，哦，啊，泰山你就那个封面就给他打说，2018年十二月的 Kids， 我们估多少？敢这样，只有五分钟吧，只有三分钟就好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一直在拉比赛讲很长，我就是要把时间填满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只想知道车多少钱，我们今天这一片，我们就在这边揭露，好不好？我再重申一遍，2018年十二月出厂领牌的尼桑 Kicks， 好，哦，新车价79.9万，双色的嘛，橘色车顶的，对不对？配备。自己去查规格表，欸，我也不用再去找一些资料来拉到那个萤幕上跟你们讲配备了，浪费时间。好，你们就自己去 Google 那个79.9万这个等级啊，白色跑7000公里，我们估多少？我们估60万。啊，客人为什么要换车？哦，因为这个客人哦习惯性他一年就换一台车，没什么好讲的。他前一台车哦 CT 开4000公里开一年也是卖给我，然后换了 Kicks， 对不对 ？Kicks 又开一年开7000公里又卖给我。哦，啊，我现在还在看他下一台要买什么车，可能我明年就又买到了。
那记得要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哦、留言。那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我跟你讲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以后做这种的就好了。好、哦，每一台车打出来哈，2011年纳智捷 U7，、哦、车商估多少？这样，例如，哎，我们就直接秀出来，好、哦、啊，就直接跟你们破梗说啊，进来敲我的是高瓦贼啦，哈、哦，安内罗瓦，好不好？啊，欢迎你们把意见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。那如果说大家真的依浏览率目前看起来，大家喜欢看这类型的，窥探一下说，哎，车子剩多少钱？好，我们以后就是每天都上来告诉大家一台车剩多少，这样就好，好吧？我们变谈话性节目，我们就直接弄个棚，好，请一两个来宾来，大家来讨论这个车剩多少钱就好了。好，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哦，哈，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哦，好不好？努力加油。好不好？拜拜，秀蛋，你真的要卖纳智捷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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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举例而已，好不好？纳智捷打死我都不卖，好不好？我管他剩十几万还是剩八万，我都不卖，好不好？没卖就没我的事情啊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后面又切这一段进来，我那个订阅、分享、留言没办法放在最后的十秒，那这样我那个资讯卡没办法放在最后，好不好？你慢，专业一点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啊，记得哦，好、哦、留言，那看我们要做哪类型的。这个影片，那好好的帮我们分享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想办法努力啦，好不好？必须我们在面包跟爱情当中，我们要尽量取得一个平衡点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